所以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请到我们一位特别的好朋友，和大家一起开启我们安吉尔的净水科技之旅。让我们一起用热烈掌声欢迎安吉尔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欢迎战战。Hello， 欢迎战战。Hello， 又见面了哈，跟大家先问个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吉尔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相约安吉尔的净水科技之旅。欢迎战战，我们坐着聊吧哈。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是有一番精心的设计，看看前面，前面都是水，哎，有我们的净水科技带给大家非常优质的水哈。要问问战战来到现场什么样的感受？现场的感受，既有科技感，但是同时又感觉很温馨，然后有家里的那种舒适的感觉啊，很温馨，好像回到家一样。没错，同时因为我们科技感的整个陈列包括布置，是不是也让战战觉得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就像你给大家的感觉一样，就是看到战战每次也觉得帅帅的，很放心，同时也很安心。今天战战的这个造型也是啊，就是隆重当中又带着一丝松弛和舒适，没错。所以今天很开心，我们要开启我们的这个净水科技之旅啊。要先问战战第一个问题，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有没有好好喝水？喝纯净的水，对对对，一定要好好喝水。比如说在拍戏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就会随身带一个大容量的水杯，及时的补充水分，给身体呢补充能量，随时给自己补充这个水分的这个滋润哈。因为其实我们说人的身体当中70%都是水嘛，那包括现在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当中，无论是想厨房。要用水，卫浴我们洗澡洗脸都要用水，阳台甚至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卧室啊包括客厅都会用这个加湿器，特别是干燥的秋冬季节是是是，所以水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无时无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因此上安吉尔给大家这样一个健康用水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没错，而且全屋净水呢可以保证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都能享受到纯净的水，这对提升生活的品质非常的有帮助。是的，所以要提升我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就跟战战一起呢开启我们的安吉尔的净水科技之旅，让大家真的去感受一下安吉尔非常新的科技。没错，一起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呢，哎，我们先来一个小仪式。今天我们有一个点亮我们新的全新的空间大师系列产品的仪式，就请我们代言人战战来帮我们点亮好不好？好，战战一步到这边，我们的没问题，我们的全新系列产品前，然后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一起来点亮好不好？好，3、2、1，哇、哇，这底下有这种雪山的纯净感。哎，我们跟战战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全新系列空间大师，我们来自安吉尔的，左边是我们的全屋大水量净水器 M7 Home Pro 800，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掌声欢迎它。这个就是净水神器了哈，然后接着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屋 mini 的软水机，也是让我们日常的洗护啊都能够用到非常软的水质的水哈，所以他们俩都是我们今天跟大家闪亮登场的宝藏。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厉害的 WRCA 的一个全球的世界纪录的认证，认证的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体积最小的全屋净水系统。你看他们俩一出场他们俩就领证了哈，战战直接领到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掌声欢迎他们。看到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非常的安心，是不是也很期待就他们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这种高科技的变化？没错，其实也挺熟悉的啊，因为我家里用的也是这个。哎呀，我们代言人已经提前用上了哈是，所以我们要跟紧战战的脚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安吉尔的这个空间大师系列到底有多厉害呢。第一个环节我们就设置了一个非常棒的互动，因为讲到它的科技里面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四大净水科技和三大软水科技到底包含着什么意义？马上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互动环节。好了，今天的第一个互动呢，在我们面前上了一个非常帅气的道具啊，它是有翻转功能的。但是我们先要来答上面的两道题，要来考考我们的战战哈。如果答完了之后，正确答案在背后。先看第一题，请问战战，全屋净水系统已经可以做到全屋大水量。厨下轻松装，热水放心喝，这是形容我们的安吉尔的空间大师系列，你觉得对吗？对啊，判断题，送分题、是不是？对啊，这有点简单哈、你确定哈？确定。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能像
上面说的一样，全屋大水量。回答正确。嗯，哎，那我们不如就跟这样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科技原理哈。对，龙晶双效净水系统。龙晶双效净水系统，这个就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M7 Pro。它在这个技术当中呢，拥有了一个独创的 ACF 2000的复合滤芯。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实现我们的全屋大水量。全屋大水量是不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家生活用水其实挺，对，需求量非常的大，需求量挺大的，没错。但如果像可能老的那种净水器，我们还要去等它，是等不了，是大家都需要直接开，打开龙头就能净水，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个净水的这个啊搭载的 M7 Pro 的这个技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专利的一个特别棒的长效反渗透的滤芯，叫做 2.0 Plus， 它据说可以用来净水效果8年不衰减。非常厉害，就是8年你不用换，就放心使用，就是它的这个时间的寿命非常长，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啊反渗透的技术其实之前都是很多国外的品牌拥有的，我们安吉尔真的算是国内的一个先驱，拿到了这个专利，没错，非常厉害。大家要使用热水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打开就能享受，没错。这个在生活当中，正常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热的净水？比如说你要喝一些热水的时候，我记得是可以直饮的。对，直饮水。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三档温度的调节。厉害。对，就是比较开的热水或者是中间的温水，然后包括一些比较低温的一个水温，都能够做一个三档的调节。这个其实很多懒人宝宝真的要 get 这个我们的安吉尔的这个系列，因为通常我们在秋冬时候，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啦，或者身体不舒服，家人会关心说多喝水，多喝热水，多喝热水。结果你说，哎呀，我还要烧一下，那不就垮掉了吗？对吧？是。用我们的安吉尔直接，哎，打开我们的龙头就能喝到热水啊，这也是很重要。接着就是我们的 APCM 的除菌，这个太重要了。除菌就是意味着安心、健康。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无论是这个自来水啊，还是我们平常的家用水当中，都会大家要去过滤嘛。那有了我们的安吉尔的净水系统，真的，它采用了是一个主动吸附式的物理杀菌。简单理解就是这个传说中的 Escape 超级菌，这六大超级菌，它能够有效除菌高达 99.99%。接近满分了啊。对，所以这样大家直接喝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安心。对，你就放心打开，就能够喝热水也好，喝纯净水也好，都能够非常的安心。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除菌技术 APCM 值得大家也是掌声鼓励哈。是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有一个极致的小体积科技，简单来说43厘米的厨下轻松安装，而且呢它还搭载了一个大流量的净热科技，所以热水流量大，而且三档的温度选择呢，可以说是真正的一机多用。我们刚刚说到的有这个国际认证的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这个记录的知晓，没错。这个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包括像真然也是学过设计，家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这些功能性的，当然其实是在追求同等功能的情况下，体积越小越方便嘛。哎呀，你看越省空间，给大家非常好的理解，功能是一样优秀，但是哎，我们的安吉尔能够给大家节省空间，让大家在家装的时候把真正的大空间留给你自己去舒展你的生活场景，那我们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净水器能够跟大家去极致的压缩我们的空间，不占用你的空间。所以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的 M7 Pro， 我们的四大净水科技能够让大家呢除下安装、洗漱、直饮全屋净化，所以掌声鼓励一下四大我们的净水科技哈，非常厉害。下一题，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像个辩论题啊，问一下我们的战战，生活用水，生活用水要吃软不吃硬，你是正方吗还是反方？ Yes or no？ 我觉得要吃软不吃硬，我赞同。你是正方辩友对不对？我赞同，我赞同。好，正方辩友说赞同，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看是不是正方辩友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啊，要不要吃软不吃硬？因为我是记得，如果说水质过硬的话，会影响皮肤，然后甚至还会影响就是你的头发。对，因为洗头洗脸都会用。对，所以我觉得生活用水的话还是要吃软不吃硬。吃软不吃硬。
好了，作为反方辩友，我完全赞同正方的答案，因为就是要吃软不吃硬。因为很多软水，我不知道正南有没有这个感受，因为我自己是南方人嘛，所以我每次回老家，因为平时在北京工作，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说，哎，回家了，你好好感受一下南方的这个软的水质。因为好像从科学上讲，南方我国，因为我们幅员辽阔啊，南方的水质比较偏软一点，是、嗯、所以我们用了安吉尔的我们这个三大软水科技，就是能够哎，首先双曲增效软化系统，这说的就是像战战说的，在我们日常的比如说洗脸啊洗头啊，都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这个细嫩湿润，哎，不湿润、嗯、而且不会引发这个紧绷或者干枯的这些困扰。嗯，同时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家用的电器当中，有些涉水的电器它的水管也不容易留下水垢，嗯，所以简单来说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是嗯，然后也不容易堵色，所以这个很重要。那第二点呢，就是小体积获得了世界纪录的认证，跟刚刚这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能够在厨下安装，然后减少大家日常空间的占用。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软水科技呢，也是很硬核了，就是我们看到右下角这个安吉尔专利的智能多路阀控制技术，它可以根据我们家当中用户的使用时间，包括我们的使用的一些习惯，根据我们的流量自动来定制再生的周期，避免了这个频繁再生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属于专属我们每个家庭自己的软水计划。没错，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非常厉害，一功多能，而且非常的安心。没错，说得太对了。所以呢，安吉尔不光用心还很贴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再次恭喜战战成功的为我们揭秘了安吉尔的三大软水科技哈，也同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小身材大能量，在家轻松做 SPA。 知识点都在这边啊，大家可以赶紧的不用截图，好好的反复背诵，把它记起来。太棒了，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有了科技的证明，接下来我们必须实际体验一下。战战马上要跟我们一起去到我们安吉尔的体验空间，我们来真实的感受一下安吉尔的这些科技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品质升级吧。这边请战战。欢迎来到我们的安吉尔体验空间。战战，你可以观察一下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已经开始上机操作了，上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了。没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M7 Home Pro 这个净水，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净水机哈。那我们通常在净水的时候呢，无外乎就是把家里的自来水净化一下。嗯，今天我们要来个极限操作，看你面前有什么。有一些有颜色的，哎，我看看是什么？你猜猜看，它们分别是什么？啊，但我已经看到了，这是啥啊？有字儿是吧？胡萝卜汁，胡萝卜汁，这个应该是啊，哦，这个是红墨水，红墨水，我以为是，我以为石榴汁呢。谁家里的自来水里会有红墨水？对，然后接着呢，这个应该是咖啡。比咖啡还要猛，是什么？酱油。酱油，没错。一会儿呢，你可以随意的把这些奇奇怪怪的啊，这些水加到我们这个原水当中。嗯，也就是说，把这个看起来比较普通的水变得更加的浑浊。嗯，然后我们会通过我手中的这个测试笔，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水质的它这个 TDS 值大概是什么概念啊？这个 TDS 值代表的是水的纯净度、嗯、啊。如果它的值越低呢，就越干净，越接近我们可以饮用的水平。嗯，然后我们接着就来通过我们的安吉尔的这个空间大师来净化，看看最后发生什么变化，好吧？没问题，你来吧。所以我就开始了。好，先拿起了胡萝卜汁。先是胡萝卜汁。好，直接往里倒。来了啊！倒多少你自由发挥啊！哇，感觉已经有点美啊！感觉已经污染了它。那接下来就是水中起了一层。接下来就是红墨水。好，红墨水来，这样啊，这个很专业啊！做一个化学试验啊！好，用滴管来。哇，这个真的很强，很强效，很像一个水墨画。水，大家不要害怕啊，你家里的水不至于这样。我们今天只是为了验证我们的这个
M7 Pro 能够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净化功能，所以我们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对，接下来加酱油了。酱油啊、我都害怕这个放碰到我衣服上。对，远离它。哦，哇，够不够？再来一点。好，可以再来一点。哇，够了吧？够了，够了。这水质，我觉得已经很脏了。这环境。好，哇。莫名的还有点层次哈，搅拌一下。哎呀，你是懂把它搞得更加复杂一点哈。来，我们把这个一点，喝前摇一摇啊，没有。但真的，我听我们专业的科学家介绍，这个即便这么污染，它经过我们的空间大师 M7 Pro 依然能够喝。我是不相信，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科学来告诉我们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先测一下它的数值。搅拌完了吗？搅拌完了，搅拌完了。好，那我们就拿上我们的这个水质检测笔，先开机。好，现在目前是零哈，看看它的 TDS 值是多少。好，好，已经来了，数值已经快速的变化了，给它三秒确定一下。好，差不多不动了之后，我们给它 hold 住这个数值，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我们给一个特写，它的 TDS 值目前是458。哦，458，你好脏啊。458确实比较夸张了。是，就我了解的，我们家自来水通常可能是100多左右，它这个458有问题，你有问题。然后给它洗一洗哈，给我们测试笔洗一洗，然后接着呢就要交给你了。好，交由站长来操作我们的这个空间大师 M7 Pro。 你用它来取水，看看我们取出来的水首先从外观上会是什么样的。那我开启咯。哦，秒出纯净水。果然是体积小大容量啊，我来了。真的，它的这个流速非常快哈，所以即便是小小的机器，容量非常快，流量也非常大。哇，不可思议！就是从那边过来的水吗？对，你看后面是连着的嘛，它整个就是经由我们的这个 M7 Pro 净化了，什么感觉？很神奇。感觉那些杂质啊，不存在啊，颜色呀、啊，都已经被过滤掉了，而且非常干净。这个水，对，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不至于拿这么夸张的水去净化哈、啊，所以这样一个对比就非常的直接。哎，那我们再测一下，测一下哈、啊，来，刚刚已经洗过了，那我们让战战再帮我们倒一杯，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哎，直接就这杯就可以测哈。嗯，好，好，来，那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净化之后的我们的 TDS 值是多少。好，来了，开机。出数值了吗？出了。多少？给镜头看一个特写。镜头要看一下吗？来，我们给镜头看个特写。目前净化完毕之后，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多少？007。007，哦，说明他就是一个净水特工啊，他跟007一样有净化能力。嗯，没错。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刚刚测的，我没记错是458，对不对？没错，是三位数的，现在变成了007，个位数。嗯，哇，厉害。007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家用自来水可能是 TDS 值在100左右，007的话就是直接可以饮用的级别。嗯，哇，有什么要夸夸他的吗，代言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嗯，我都不敢相信，而且他出水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几乎没有等待，几乎没有等待。嗯，而且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小的机器，然后过滤了这么脏的水。对，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安心，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有了我们的 M7 Pro 呢，真的能够让自己在家里，当然你家不至于水这么夸张，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更方便的去饮用更健康安心纯净的水，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变得更高了哈。没错，所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验，让大家了解了我们的 M7 Pro 的厉害之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个更加有品质感的小操作，我们来特调一杯今天属于战战和大家的一个饮料，让大家解解渴，一起期待一下吧。没问题。好了，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最纯净最治愈的环节，我们来做一个跟水果有关的咖啡。战战看一下这个道具，
这个水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石榴吧。回答正确。而且你发现没有，我们连着冰块真的看着它好清静啊。嗯，很清凉很清爽。因为我们这个冰块呢也是用我们安吉尔的净水、哦、净完之后的纯水进行冰冻、哦、所以你看这冰块特别的剔透啊。怪不得这么的不一样，对不对？嗯，好，道具都准备好了，马上要开始我们的制作之前，第一步是什么？那我肯定是要洗一下手嘛。哎，先用我们的这个软水来洗洗手，一步到我们的洗手池、嗯、用我们安吉尔的这个软水机，软化过的软水来进行洗手、哇，什么感觉？再感受一下，洗得太干脆了，再打开感受。问到了我。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应该是要在用了这个洗手液之后，大家可以跟着站站学习哈，正确的洗手方式，然后也、这个我以前还真学过，是不是？是是是，好像要这样搓搓搓，指缝都要洗干净。我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泡沫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细腻，这是为什么呢？应该就是跟这个软水有关系了。我回答正确，就是其实在我们日常使用的硬水当中，它有很多钙啊、镁啊这些离子，那这些离子其实在我们接触了这些洗手液的之后呢，容易产生皂垢。简单理解就是它会影响这个清洁的效果，也不会那么容易起泡。那我们用软水呢，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你看洗手液也是欺软怕硬啊。他喜欢软水，吃软不吃硬，对，他不喜欢硬水，所以要正确的洗手。洗完了哈，而且感觉洗完这个皮肤非常的滋润啊，滑滑的。你看洗水用软水会有这种滋润的效果，那同理如果我们用它洗脸啊、洗头洗澡、都会因为软水给我们一种很滋润的效果啊。没错，洗手完毕，那我们就请一步到操作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湛湛帮我们来制作这个果味的咖啡。第一步是什么？那第一步的话，我先洗一下这个水果吧。洗一下石榴。那洗这石榴可必须用我们的净水，安吉尔的净水来洗啊。哎呀，看到了，湛湛操作非常的娴熟。好，他来了一个180度的翻转，好，非常漂亮的一个沥水的过程。哎，湛湛刚刚在洗这个石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水流确实很大啊，我也看到了，直观的肉眼上就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安吉尔的 M7 Pro 净水器是小体积大通量啊，这个方便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更加的有效率啊。没错，我小时候经常有一个疑问，我经常会好奇，大人都说不要喝自来水，不要喝生水，但是呢他们用自来水生水去洗苹果给我吃。对，我小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对吧？我就说为什么明明不能喝。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生活质量水平都提高了啊，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会容易忽视，但其实平时我们包括洗水果呀、洗蔬菜、煮饭用的水都是会直接入口的生活用水，所以同样也需要注意安全和纯净。而且没错啊，能够去除自来水当中 98.6% 的余氯，洗漱啊煮饭都会更健康。没错，洗完了。那有过什么能做的吗？那你就帮我回来，我就看帮我榨这个汁吧。啊，我来榨石榴汁。好，那你要做什么？那我来冲泡这个咖啡。好。哇，这个今天现场要看到湛湛先旋转调到热水，然后按一下呢解开铜锁，再按一下就出水了，好方便啊、非常的方便，秒出热水啊、然后可以调节三档不同的热度，然后再按一下呢，就关掉了。你现在选的是最热的，我选的是最热的。好，那接下来就开始了，手冲开始了哈，给我们手冲咖啡一杯。那我同时来炸一下这个石榴汁。哇。确实非常的治愈啊，对不对？哎，他已经，你那边已经开始往下渗咖啡液了，我这也有满满的石榴汁。咱俩都小心别弄到衣服上。是，咖啡液和石榴汁都不好清洗。哇，好解压啊，这个过程。很治愈，非常非常的治愈。而且这个其实有安吉尔的这样一个快速出热水的净水机，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了。没错，就不用再等烧水的时间了。对，要不然做咖啡你还
还要等它烧开，那个咖啡粉都已经跟空气接触很久了。好了，这个底其实应该已经做好了。你那边怎么样？大厨，你够了吗？这些够了，够了，我觉得够了，可以了是吧？好，那我就不挤了。那先我看看，我看看，我想想是什么？先放冰块吧。好，先用我们的安吉尔净水冻出来的净水冰块。哎呀，好剔透啊！想起了什刹海的冰。确实现在非常需要冰块了，对，太热了，天热的时候来杯这样的饮料哈。满满的一杯，满满的一杯，嗯，没错，满满的一杯。哇，然后呢再是什么，放一点，哦，加点石榴。嗯，哎，这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装饰的一个作用。让它更加养眼啊。好，把石榴加到了这个冰块当中。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倒入我们的石榴汁儿。榴汁儿，哇，这太好喝了！哇，看起来就很漂亮，真的很纯净，很健康的一杯饮料，都是天然的。最后一步啦！好，嗯，我们可以把它先取下来。好，倒入我们的咖啡。哇，最重要的时刻来了。果咖就此诞生，哇！你看这个渐变，哇啊！仪式感，哇！给镜头看一下，怎么形容呢？怎么形容这杯果咖？非常的清爽，清爽，嗯，而且非常的安心，因为它用的是我们的安吉尔净水过滤的净水，是净，无论是热水还是我们的这个冰块，嗯，就每一个环节都是由我们安吉尔的 MT Pro 给大家净化的，所以非常的安心，没错。这怎么着？这杯我觉得，那你来尝一尝吧，我可以免费品尝吗？尝一尝吧。哦，不要太羡慕我，我是大家的嘴替，我来感受一下啊，怎么样？怎么这么好喝？我好喝的赚个钱。哎，我从来没有喝过就是石榴汁跟咖啡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在一起。我可以再拌一拌。其实我也没有喝过。那不好意思，你要重新给自己没有口福了是吧？哎，真的好好喝。你跟大家聊会儿，我喝会儿。谢谢战战，今天跟大家就是现场用我们的安吉尔的这个 MT Pro 哈，制作了一杯石榴果咖，真的非常简单，而且很治愈整个过程，因为它很纯净很放心，所以拥有了我们的安吉尔的空间大师系列全屋净水，你发现没有，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蹭的，没错，就往上飙升起来，所以希望我们在看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朋友都能够把这一整套流程复制起来，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 MT Pro， 包括我们的净水，还有我们全屋 mini 的软水机，都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由我们的安吉尔带给我们的高效便捷，所以也要问问战战，这一整套的今天这种治愈的感受有什么样的让你的体验有发生改变吗？那我觉得全屋净水系统呢，能很大的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净水器可以满足我们从饮到用的健康用水体验，软水呢也能保护我们的皮肤，用水体验会有全方位的提升。真的，从饮到用，真的是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概括在里面了，嗯，而且又有净水又有软水，所以大家来 get 我们的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绝对是让你生活整个体验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战战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种很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在这种小细节上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才能够从全厨房甚至到全屋，包括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全细节，都能够感受到安吉尔37年非常专注的在净水领域当中给我们全家提供的这样一个健康安全，而且我觉得其实整个外观包括整个设计风格都很时尚的一个，没错，生活方式体验，所以再次感谢今天跟大家的这样一个共度的时间。那刚刚讲到我们这样的一个37周年很了不起的一个历史啊，所以战战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37周岁生日的安吉尔呢？那就祝安吉尔37周年生日快乐，也希望未来能和安吉尔一起守护大家的
饮水健康。耶、yeah, 继续一直往前走。接下来不论是到什么样的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都有我们安吉尔的陪伴啊。没错。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今天守护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前的朋友，有什么祝福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喝水，也希望大家喝到的每一滴水都健康纯净。哎，每一滴水都健康纯净，就像现在很流行说的话，大家喝完了我们安吉尔净水的这些生活用水之后呢，都能够让自己变得水灵灵的、啊、祝大家有水灵灵的每一天。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感谢我们的代言人战战和我们一起来共享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也希望呢，我们安吉尔空间大师系列小体积大能量，在生活的每一步都用心的呵护大家，陪伴大家的用水安全，大家也可以 get 起来，在家中享受纯净健康的品质生活。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了、好，下次再见，拜拜，拜拜。